安卓必备神器，不刷机不 root， 享受原生安卓的丝滑。今天给小伙伴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桌面启动器，无需刷机无需 root 就能尽情享受原生态的安卓的丝滑和流畅。小伙伴们在收藏同时呢，不要忘记给我们视频点赞哦。使用这款软件之后就可以跳过很多的限制，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，类似于更改应用的图标名称或者更改桌面的布局都能轻松的搞定，像桌面布局一个样式都可以自由的调整图标行数与列数，编剧图标尺寸，甚至连字体颜色图标大小都可以随心的贴换。桌面小部件呢也是强的一批的，你可以自由调整各种小部件的尺寸，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，反正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还有桌面文件夹的样式也可以自由的调节，就是这么牛掰，可用性非常的强。而且呢还有贼好用的手势操作，它内置了一款超级牛掰的手势命令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手势就能打开对应的这个功能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像最简单的上滑打开浏览器，下滑打开四字，内置了应用锁和隐藏应用，可以有效的防止随意的偷窥。用锁呢可以给我们软件加密，即使保存了很多学习资料也不怕别人乱翻我们的手机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还不放心呢，也可以开启这个隐藏应用，让不想被人知道的应用软件呢直接在桌面上隐藏消失。当需要打开隐藏的应用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使用内置的搜索功能就可以找到我们隐藏的应用了。软件呢仅仅只有15兆大小，该给的功能都给了，而且没有多余的功能拖后腿，流畅度也是杠杠的。比起各大厂商深度定制的 UI， 这款软件总的来说呢简约了不少，却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折腾空间。对于想要体验原生态安卓又没办法刷机的小伙伴来说呢，就是不错的一个代替品了。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的简介区，或者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关注我获取更多的免费资源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。